丧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。现在我们写的丧是怎么写的？是这样写的，是一个不可理解的，是不是？下面一半好像是衣服的衣的下半，上面是横竖口口横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不可理解啊！在这个小篆系统里面，这个字是怎么分析的呢？上面部分是全口王。这个部分是犬，确实是犬。犬加两个口，犬加两个口是什么？哭啊！我们看哭的小篆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仔细看啊，它只不过是把两个口移到下面了啊，哭。下面这部分是王。哎呀，许慎觉得特别合理啊，上面哭，下面王，难道不是丧吗？对不对？问题是这个构型全错，就是可惜的是，它是从这个。小篆这个已经变得完全不像小篆本身拆的不错，王也，从哭王生会意啊，他的意思就是王一生，那他写的有点乱啊，应该是从哭从王王一生，就是哭王是会意，王在这也是形声，对不对？王跟丧的声音还是有点近的，那至少韵部是一样的。我遇到一个坏事儿，王有可能是死，有可能是丢，有可能是这个逃，哭是丧。我们知道，现在我们给丧的两个读音，现在当代啊，两个读音，一个是丧，一个是丧，丧是死人，丧是丧失，对不对？是丢东西。哎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亡也是这两个意思，亡一个是死亡，一个是逃亡，是跑掉，这俩是对得上的，对不对？那么《说文》这里写丧亡也，它的意思是。哪一个呢？麻烦了，他这就等于没说是哪一个，对吧？我在这边贴了一个这个王跟死的区别，还有王为什么要这样讲，他这个解释是对的。王的本意是逃亡，啊，不，这个说的不对啊。王比较古的意思是逃亡，不是死，啊，陈涉《十家》这句讲得很好，今王亦死，哎，就是这个陈胜吴广要造反啊，现在我们跑也是死，不跑也是死，是这样的吧？今王一死的意思，王是死是不一样的。他讲古人会死，不能讲死，因此以死为逃亡。啊，是这个人不是死了，是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各种避讳方法。王是死的委婉语啊，就是说这个亲人不能亡啊，不能死的讲亡。丧跟亡大概也有这样一个关系。我们看这个丧在这个古书里的用法，两个，第一个是失去丧，如丧考妣。哎，这个很就很如丧考妣，就是如死考妣，就是如是，对吧？其实是死掉了考妣，父母死掉了，他不讲死字，要用一个字来代替他。父母不是死了，是逃到是失去了，是去了别的地方。这个字可以是亡，也可以是丧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两个字原来读音是相同的，后来分开了，丧死亡特别叫死丧，丧念作丧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，丧跟亡是有区别的。做动词，做这个死亡的意思上是有区别的。一般来说啊，动词这个死的叫亡，名词叫丧，告丧告的是这个丧事。现在我们这个今天还是这样讲啊，这人死亡了，事情是丧事，对不对？不会说这个人丧了，这个人是这个亡事，不是这样讲。引申为悼念死者的礼仪，丧礼，现在还是这样讲啊。居上不宽，这个临丧不哀，就是讲这个意思。那回过头来看这个，还是不知道这个丧啊，到底本意是什么？因为如果分析为从哭啊，从死亡就从亡，倒是有可能是这个死亡的亡的意思更多一点。但我前面讲这个意思，这个分析字是错的，对吧？它以前是怎么样的？这匪夷所思，就是没看到古文字，这不能想象这个丧竟然是这么回事。看看好玩的。我们先要讲桑树的桑，哎，看这个甲骨文桑树的桑，我们讲这种叉叉这种是木，对不对？桑树的桑跟一般的树有什么区别？有叉叉，就是枝干上还有叉叉，对不对？枝干上还有叉叉，这个我很不理解啊，什么树不是枝干上还有叉叉呢？是这样的吧？但是呢，我还是讲约定俗成是第一位的。这个字在古人的这个意境里，就是表示桑树的桑，
它跟一般的木的区别就在于多叉叉。我找了一个图啊，就桑枝的这个图，大家看这个去掉桑叶之后的这个桑枝在下面啊，好像就是细密的小叉比较多一点。但是我并不能排除别的植物、别的树木有类似的这个现象，对不对？但是古人比较早的把它约定到了这个桑上，别的树上即使有这个特征就不能被约定了，这个大家能理解吧？好，我们看桑树的桑，从最初象形的多叉叉的树，到后来多叉叉掉下来，变成一些不同的彻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种啊，是吧？因为多叉叉不能画呀，这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成字的符号，不成四的符号往往就会被替代成常见的符号，对不对？彻草是常见的符号，到了秦字、秦文字就被代替了三个彻，啊，这当然是我们后来念作会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关系的。再到后来，现在我们就很怪了，很可惜的是，变成现在的字的时候，连三个彻都没留下，三个彻还不错，其实，成了三个又了。其实三跟三个又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桑树本身。这个也不像三个这个又哦，还有一种可能，这个桑树本身这个叶子这个刺多，这个叉叉会不会像叶子刺多？这个也是有可能的，啊，这讲不清楚啊。所以现在三个又是没道理的，对不对？据说我前些年看有人讲笑话，什么在树上唱 rap 是什么又又又，就那个是桑是这样是吧？怎么说的那个笑话我忘记了，大家记不记得啊？这个不重要，这个不重要啊。好。就大家记得这个桑树的桑是叉叉多，我再讲这个死亡的亡是怎么回事。死亡的亡是一个很虚的概念，对不对？即便它本意不是死亡，是逃亡，也是一个画不出来的，画一个人一溜烟跑了吗？这个亡是什么字？亡是锋芒的芒的本，亡本来是为锋芒的芒所造的字，现在锋芒的芒是从草从亡的。锋芒的芒为什么从草？那不是芒果的芒，当然，对，不是那个芒果啊。为什么这个麦芒的芒，对吧？这个麦芒的芒，但麦芒的芒也很尖啊。原来都认为是这个锋芒的芒，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王字的古文字啊，一下子就明白过来。我们也倒推好不好？现在写成这个样子，我们读《左传》，读一些比较早的课本，这个字常常会写成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有些还没一横。上面像一个这个叉叉一样的人样的，我们再看这个汉代秦汉的这个所谓隶书吧，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？就跟这个古书里有一些隶定的这个王字是一模一样。再上去都是这样子，再上去再上去，到了这个春秋，大家看啊，是一个弯钩加一竖，是这样的吧？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在这个时代，这个字是刀，是刀上多一竖是王。那么为啥刀上竖？多一竖是王，我们再往这个回看，到这里，这个啊，这种，这个是个圈儿，大家发现没有？之前我们有个好几个字，中间的"中"啊，那个圈儿是什么？标记方位的指示符号，肘是画个圈儿啊，这个臀啊，屁股后面画个圈，种种，对不对？标记方位，那它标记的是什么方位？就是这个锋芒的芒的位置。那么刀是什么样子？我们这样看这个刀字啊，好像是，就是这个地方是，这个地方拿着，这很怪，这个刀是怎么样子的？我们只要看一个原始的刀，就这种字，这里都有啊。我们画的这个，啊，我们知道图像到文字一定是从具象到抽象，是吧？从填实到线条，是这样的过程啊，可以想象。这就是原始的刀字，这个字就像刀的形状。我们现在看到博物馆里很多商代的刀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一模一样的。这个是刀刃的部位，这是刀面，这是把手，这是把，这刀就是这样拿的，刃在哪里？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字，你看这个字最象形，非常好。就是在一个刀上的刃的部位画个圈，表示这个位置，就是锋芒的芒。这个字是为锋芒的芒所造的字。后来抽象化了，线条化了，成了这种，对吧？哎，就是标一个点。再后来变这样了，就现在这个怎么也看不出来是锋芒的芒了啊。但是它很早这个字就用来表示王这个意思，
所以后来这个字就不表示锋芒的芒，锋芒的芒的这个字。好，有了这两个概念之后，我们再看这个"桑"的古文字，看出来没有？看出来没有？"桑"的这个古文字啊，其实就是"桑树"的"桑"。加对口，是这样的吗？如果你硬要拆，桑树肯定不表意了。桑树的桑一定是它的声符，对不对？很多口才是它的意符。那很多口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也搞不清楚啊。那我们先往后看看它怎么发展的啊。桑树的桑加很多口，表示这个桑啊，变变变，哎。这个加了什么？这个下面我们马上就会讲。这个加的是走，这个字已经是王这类意思的桑了，对不对？加了一个逃亡啊，加了一个走，表示它的意思。到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它的下面已经变这样了，发现没有？已经不像桑树了。这个我们有个名字叫变形生化，就是把一个不容易化的这个字啊。它的一部分变成一个声旁，这个"王"不但是声还是义啊！就是古人在用这个"桑"字的时候，就意识到它跟王有关系，就不断的往里面添"王"字，你知道吧？就把一部分改造成这样，就是"王”到后来，你看上面这个扭曲的枝干啊，就是因为它不成字嘛，对不对？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扭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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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比较夸张的是，到最后直接变成这样一个东西，像酒一样，就是这个扭过的"桑"了啊！我们看这个。这里跳过到这里啊，到了战国的时候啊，这个字是不是看起来很复杂？我把它再画一下，好吧？扭曲的枝干就是曾经的那个桑字。大家发现啊，看我这边啊，这个字我画这个字啊，加的一些口，就是这个桑字的口，对不对？下面出现了一个王啊，就是这个王。那么这个字。再讹变到小篆就变这个样子，王在口在上面这个扭曲的桑字被改造成了一个犬，就成哭了。就是古人在这个不断写字的时候，原来的理句失去，他要不断寻找新的理句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这个字不合理是不好记，既不好记也不好教，又要合理才行，就给他添王，给他添哭，都是为他合理化，对不对？其实王哭都跟原来没关系啊。我们看到了这个秦代，上面就变成一个。歪头口下面这个部分，这个王很可惜的是，最后改造成了连王都不像了，像这个衣服的衣的下边了。就现在这个桑里边，这个女婿全都找不到了啊。不过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秦汉真正的这个桑字啊，上面都是一个怪怪的头，都是从这个桑树的桑来的，真正从犬的一个都没见。所以这个从犬的很可能还是这个许慎改造小篆改造错了。在战国文字里，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，下面没有"王"这个字很复杂，大家看见没有啊？下面是"死"，这个字就等于是口口扭口口下面一个"死"字，都是加 if，就是一旦这个原来很象形的字丢掉形看不懂之后，人家会不断的给它加形符 if，不然就看不懂。桑字更夸张的一些变化，我给大家看看。这是在这个上海博物馆藏的这个战国楚国的这个竹简里面的桑字，变得匪夷所思。上面这种就是变成一个九一个木是吧？加四个口，这个九加木就是桑的讹变，这个还有点像对不对？第二个更厉害，这个太厉害了，这部分代表整个桑。口不要了，再借笔啊，借出一个王。这个地方是桑，这个地方是王，这个字太有创意了，你说？幸好楚国被灭了，不然这个就传到后来就这样了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现在传下来那个也没怎么样，也丢完了，是不是？楚人不但敢这样改造，还改造成这个样子。就是上面那个九啊，又被拆出来了，拆成一个彻，一个王，下面两个口。就变成了一个芒果的芒加两个口，其实这个上面不是草了，
是从这个酒拆出来，这所谓酒也不是酒了，是从那个奇怪的模拟桑树的桑拆出来的，一路拆，就各种不懂，是这样的吧？好，过程讲完了啊。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字，终于可以明白桑是怎么回事。桑是从多个口，从桑树的桑得生。哎，那么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形意，这个分析是分析对，问题是这个桑跟很多嘴是什么关系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。它也许很早就用来假借。表示一个虚的概念，就丢掉和逃亡之类的意思，这就是很麻烦啊。但是很有趣的是，它一路乱变的过程啊，匪夷所思啊，是吧？好了。